梦中人既然生理一步离开，又阁有能力借助也未清醒的你，为什么不直接将你杀掉？我白龙君无猜测他人心思的兄弟，那我需要怎样帮你？除见雷种封印，你能触控灵灵，只要将灵力灌输一点，利用你操控九头的灵力，在魔剑打一个洞，我就能挣脱魔剑的束缚。嗯，你哪会知影我会想触控石头？嗯，你伫内面根本无看，哪会知影我会想触控石头？是毋是咱早就熟悉咯？只是你袂记得咯？说不定咱是朋友，也是真好真好的朋友啊！哈哈哈哈！南疆人只需要敌人，从来无需要朋友。我知晓你能触控石头，只是猜测。你包覆在魔剑外面的事物非常的坚定，必须紧守之物。又敢命着你强大的灵灵，不然退休。我帮你出来有什么好处？小阿头，妄想突击反击，要你性命，这是南疆人的恩惠。你本来就无杀我的理由，我又无惹你，我也是被你的死对头梦中人逼来吃的。算起来咱是同志，我白龙君独来独往，无任何的同志，尚无算同一战线。我白龙君的战场只有自己一个人。你实在真歹伺候，你太啰嗦，放我出去。好啦好啦，卖歹卖歹，我只拜托你三件事情，你只要答应就好。我白龙君无接受谈判，不接受妥协。头一件事情是，我希望你能听我讲一个故事。你若再拖拖嗦嗦，我白龙君就会失去耐性。第二件事情，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对抗魔蝎。梦中人，期待我白龙君的再次来袭吧！哈哈哈哈哈！第三件，我也未想到，所以先保留好了。快将我放出来！你到底是答应也唔答应啊？答应什么？我拄则咧讲，你根本无咧听哦。我白龙君为什么要听你讲话？除了相拍，你就无别的兴趣咯？战斗就是我白龙君生命最大的快乐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，跟你讲话有够忝的，不要紧，我就跟你拖落去。你唔答应我这三件事情，我就不会放你出来。你敢？有啥咪唔敢的？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笑啥咪？你正比魔兵对手，无错吧？是啊，怎样咯？此地上魔兵的气息加重，虽然你的功力低微，无法察觉。但魔兵架在附近宿舍，随时都会往这个方向靠近。只要引起进来，你就必须向我求援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死。我被魔兵杀死，就不能放你出来了。你敢夺命？不敢。那样放我出来？但受比性命也重要的物件之时，我就敢。什么物件比你自己的性命也重要？你对欧日日、白色色这两个名字有印象吗？嗯，你一定有印象，对吧？是达的一阵的作势高手吗？啊！总之，我铁了心，除非你答应，否则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